什么支撑了美股十年长牛？什么又是方格曼？为什么美股是科技股狂飙？咱们大 A 是喝酒吃药？这就是今天的话题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投资频道，拒绝做韭菜。这是个讲述美股 A 股投资的频道，每周都会定期发布视频，站在全球的角度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观点。不想错过的小伙伴快请预定吧。每当提起美股，中国股民就开始咬牙切齿，美股已经长牛了十多年，而 A 股呢，从15年趴下以后就再也没能够站起来，真的是让人羡慕嫉妒恨。那么美股狂飙的逻辑到底在哪里？难道 A 股真的是一直熊市吗？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快速进入今天的话题。提起美股呢，我们自然想到了纳斯达克，这里聚集了大量的美国高科技企业。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纳斯达克100指数，简直让人想，那么到底为什么会这样？到底是哪些公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？今天呢，我们直接请出了七大金刚，他们被称为 Fangman。 那么到底什么是 Fangman 呢？其实就是七大公司的英文缩写，他们分别是脸书、苹果、英伟达、谷歌、微软、亚马逊以及奈飞。这七家公司不但在纳斯达克是大哥，而且在标普500里也占据着越来越重的权重。我们看一下标普500的总市值接近28万亿美元，再对比一下 Fangman，他们的市值加起来已经超过了25%的权重，而在纳斯达克的占比更是超过了一半。接下来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几家公司。首先第一个出场的就是脸书，他们的产品虽然在大陆地区接触的并不多，但是呢，这几年呢几乎主导的除大陆以外的所有社交媒体市场。在这里不得不说，我们的政治精英们还是非常高明的。还记得当年欧洲嘲笑我们说我们的互联网简直就是一个大的局域网，但是现在呢，时过境迁，我们对他们也只能说呵呵。放眼欧洲，没有一家互联网的巨头。好了，那么第二家公司就是苹果公司。苹果公司我还专门制作了一期视频，所以呢，不了解的朋友可以去翻看一下以前的视频，这里就不再重复。那么他们的商品呢，耳熟能详，他们的商品和服务也是无处不在。第三家公司英伟达，这是一家大家并不怎么熟悉的公司，但是玩游戏的朋友应该不会陌生，因为它就是著名的游戏显卡的生产商。那么现在呢，更是进化成了一家人工智能芯片公司。我们简单看一下它的核心业务，这其中第一个就是游戏业务，其实不只是游戏，连数字货币也被规划在这个业务当中。那么第二个就是数据中心，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人工智能、深度学习、云计算、数字处理等等，提供一些芯片设计。第三个就是专业的可视化，也就是 AR 和 VR 的应用。那么最后呢，也就是汽车领域，自动驾驶，这是非常前沿的领域了。看完这个组合之后，我就觉得它简直是基于所有的概念于一身的一家公司。我们简单来看，在未来的所有这些前沿领域当中，英伟达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如果把未来比作淘金时代，那么英伟达就是卖给你铲子和牛仔裤的人。第四家公司谷歌，大家也是耳熟能详，无论是搜索引擎还是手机系统，包括它的视频网站已经变成了第二个搜索引擎。谷歌的服务在全世界的很多国家都是老百姓的必需品。第五家公司微软，从操作系统到办公软件，从游戏机到云计算，无所不包。第六，亚马逊，活生生的美国的淘宝加京东加拼多多加当当等等等等，从线上到线下几乎覆盖了生活的所有的方方面面。第七，也就是奈飞，看美剧的朋友应该不会陌生，如果还不知道的朋友，我还专门制作了一期视频专门讲奈飞，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。它是非常有名的流媒体巨头，直接颠覆了好莱坞的电影模式，最近呢也是飞速发展，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更是最大的受益者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说这几家公司直接带动了整个美股的上涨呢？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基本面。首先，这些公司已经到达了资本主义的最高境界，他们显然是后工业时代的楷模。那么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境界呢？就是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。其实准确来说，也不是完全没有资本，只是这些资本呢，已经是专利、技术、人才、网络优势、品牌优势以及规模效率等等。而这种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。首先第一呢，就是沉没成本。原来你投资工厂关门的时候呢，还可以变现卖掉厂房，但现在投资的是研发，关门倒闭之后呢，很难变现。那么第二呢，就是外溢效应，就是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借鉴，你设计出来一个东西，别人看着好也可以复制你，或者委婉说是借鉴你，这样的外溢效应其实可以促进整个地区和社会的进步。第三呢，就是可扩展性，比如说研发出来一个产品迅速可以复制到全世界。我们大家看一下苹果的设备和服务，一个设备研发成功之后，后面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。第四呢，就是产生一些协同效应，比如说苹果手机里面有苹果商店，
以及苹果存储、苹果音乐等等各种各样的增值服务，产生更多的商业模式。在这里顺便呢，我们插播一条广告。关于这些呢，其实有一本书，英文名叫做《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》，中文呢翻译成《无形经济的崛起》。这本书非常详细地展示了无形经济的崛起以及对我们的影响，当然呢，对投资也有一定的启发。这本书在我的橱窗里面就有，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下。如果大家决定购买的话，我还是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我的支持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切换过来，为什么这十大巨头可以带动美股十年走牛？这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只是只有概念，而是真真正正的可以赚钱。疫情期间就是个非常好的例子，这些科技公司几乎没有受到影响，而且还有不少科技公司的营收还增加了。很多公司的规模本身已经很大了，在这个基础上还增加了30%、40%，这是非常惊人的，当然也显示出了这些公司的韧性。好了，我们接下来分析一下这些公司的基本面。先看一下毛利，这其中呢，脸书的毛利高达 81.46%， 紧接着都是接近 70%、60%、50%、40%的毛利。那最低的呢就是亚马逊，其主要原因就是亚马逊在疯狂的投资，抢占了未来非常多的赛道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些公司的营收状况，最小的是英伟达，也有130亿美金，最大的亚马逊更是高达了3210亿美金。紧接着是净利润，很多公司的净利率其实都非常高，比如说像脸书啊、微软啊，这些净利率都能达到30%左右，就连巨无霸苹果也能达到20%。再看一下华尔街对他们的评价，全都是绿色。看了这些之后，给大家3秒钟的时间思考，股价到底会怎么走？对，这就是2014年到2020年的股价走势。在最下面的就是标普五百，这里面所有的公司的涨幅都超过了标普五百，其中英伟达的成长幅度是最高的，高达39倍，就连大体量的苹果也有7倍的涨幅。看了美股之后，我们现在回头看一看我们的大 A。很多人都说从2015年股市到现在都是趴在地上，很多人抱怨赚不到钱，那么真的是这样吗？答案是否定的，因为从2015年开始，大 A 呢就出现了喝酒吃药的行情，是典型的结构性牛市。我们在这儿可以看一下茅台、五粮液、恒瑞医药以及阿尔眼科等这些典型公司的涨幅。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呢，还有一些其他消费型行业涨得也非常好，比如说像海天味业、涪陵榨菜等等。那么这些公司到底是什么逻辑呢？为什么这些公司的涨幅巨大？究其原因，主要还是企业真的是盈利能力强。至于为什么美股是科技股狂飙，而 A 股呢是喝酒吃药，这是跟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是有关系的。具体到 A 股，逻辑是这样的， A 股2015年发生股灾以后，大的资金呢都扎堆的在这些弱周期行业，因为无论经济怎么样，老百姓都会喝酒吃药，也就是消费行业。那不难看出呢，消费行业也是熊市的避风港，当大家的风险偏好都降低的时候，当资金量不足的时候，所有的资金都集中在了这些弱周期行业。反观美股其实也是这样，因为他们就是盈利能力强，而且产品呢有溢价，并且呢护城河非常的深厚，当然还有一些财政政策，再加上货币的宽松，导致了整个美股在科技巨头的带动下狂飙了10年。好了，说到这里，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。投资说白了还是挑选好公司，实实在在的好公司，好的商业模式，可以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，有着卓越的管理层，有着良好的现金流以及少的负债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些公司呢可以长期的创造价值。那么什么叫长期创造价值呢？在我看来，就是解决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，解决一个大问题就是大生意，解决一个小问题就是小生意。那估值的高低呢，也是跟这些问题的大小有关。随着无形经济的崛起，资源呢越来越向龙头集中，恐怕以后这样的分化还会加剧。好了，那么最后的问题是，大家怎么看美股的科技股狂飙和我国的喝酒吃药行情呢？欢迎大家评论交流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此结束。不想错过我这个老韭菜干货的朋友们，请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谢谢各位。